各位同心，今晚开始上课啊！大家听者，各位同心，现在开始上课，请大家就坐，谢谢。开气啊！哈，啊，各位同心啊，大家好早啊！今麦这个时间哦，哈啊，由我来和大家分享啊，咱未来的台湾。要安怎来进行？咱台湾伫日本来治理的时阵，台湾是一个国际一流的社会。伫台湾捌曾经办过国际的博览会，所以世界来讲，这是一个一流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表现。但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互国民党来敢占统治台湾，结果咱即摆看台湾伫国际上，伊到底是甚物款的水准？台湾伫 CNN 最近有一个调查，有甚物款特地人？来台湾佚佗，还是讲来注意台湾这件代志？咱所看到的台湾，互人感觉真有钱，有真特殊的所在。但是台湾，咱一只大，咱敢有共款迄款的感觉？咱最近发生足侪代志，旧年几年食品的代志，互大家足惊吓。食品的代志所展现出来，就是一个政府，伊无法度来做一个有效的控制物件，在厂商所做出来物件，到底有照起工来咧处理无？伊无照起工时，政府单位有迄个能力，甲问题找出来无？找出来了后，有迄个魄力，有想要解决无？咱旧年、几年所看到的，刚看到一个无灵，这个无灵的机器，予咱台湾人，你到底要食啥，你才会安心？而且伫台湾，媒体的操作，予台湾人规拢火气，伊讲到我要惊死，无一项会食伊。这敢是真正台湾食品所展现出来实在的情形？其实我所了解，因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我所看到的食品，含伊即马媒体，含一寡老百姓的认知是无共款的。咱简单讲，咱敢要阁恢复，阁等于古早时代，咱家己饲鸡，家己种油，要食的物件家己种，简单一寡。物件家己买，大部分的物件拢敢家己生产，咱知影安怎来？咱敢要恢复等于过迄款生活？全世界先进的国家的生活的方式已经毋是安尼啊！咱若要阁等于永存迄款生活，基本上无可能，因为咱即摆依赖足侪别人替咱制造的物件，替咱生产的物件。但是伫食品加工即个工业内底，你只要把即个物件制造、装入罐仔内底、包装起来，你毋是原来迄个食物的形式，你无法度片面，你也掺物件，掺起来物件，掺袂，敢会怎食咧？人会死，食咧着癌，绝对毋是即款的情形。安尼。全世界人类都死了了，尤其是先进国家早就死到无半个啊！所有加工的物件，你要放伫架仔顶摆半年，你去买，这物件不管大项细项，只要已经毋是原来食品迄个状态，譬如讲青菜，你只要要甲变做罐头，一定含原来无共款。食品加工内底
要愈加像原来你食的状态，伊愈加需要加物件。啊，只加物件落，你讲啊，这袂使，咱食足侪加工的物件，足侪啊添加物，啊，这食落人会死吗？人真正中毒吗？咱必须要一个清楚的概念。我刚刚讲一个例，维他命 C。维他命 C， 你去药房有法度买到内底哦一粒药丸的维他命 C。咱来讲维他命 C 这个物件，维他命 C 这个物件，你会用为柑仔皮、为水果去甲提炼、去甲纯化、纯化到尾啊，加单纯维他命 C 这个化学的物件，99.9%啊，加维他命 C 这个成分，纯的维他命 C， 你为柑仔抽出来。啊！你为化学合成，用化学方程方式做，做到尾啊！你甲纯化嘛，合成一个99.9%纯度的维他命 C。好，请问您，这两个维他命 C 纯度拢99.9%，一个是为柑仔抽出来，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，请问？这两个不同款来源的维他命 C， 纯度拢99.9%的时阵，请问这两个不同款来源的维他命 C， 同款啊不同款？不同款哦。你用化学去分析，两个都是纯度99.9%，一个是为柑仔抽出来，一个是化学合成的。你去分析伊内底成分，99.9%的成分拢是维他命 C。这个结构，这两个敢有无同？哪会阁无同啦？同的啦，都不该讲99.9%的这个成分，你不管安那来的，伫化学的角度，这两个同款一模一样的物件啦。啊，但是咱这样想，你为柑仔抽一个维他命 C， 含化学合成都一个较俗。化学较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两个是不是同款的物件？同款啦，卖阁可以啦。就甲伊讲，你摕去化学，摕去不管什么人来分析，你分析落来，这99.9%的成分就是维他命 C 嘛。你看看伊的结构啥拢一模一样嘛。不管来源，伊的物件就是同款。从化学的角度是安尼，好。化学的角度是同款的物件，伊的性质是毋是同款？同款。你食入去，你的腹肚底会影响代谢，同款无？同款。所以咱今仔日拄到这些物件，因为咱科学的进步，咱足侪物件有法度用化学合成，和天然的一模一样。咱惊啥？咱惊讲有一寡物件。这不是天然不发生过，就是生物不合成的。我讲一个例，就是早期咱食泡面，吼、哦，这泡面常常拄到，泡面内底无一个油包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味素嘛，吼、哦，啊一包油嘛，啊迄包油包括泡面你煎的过程，迄汤油，因为拢爱温度真高，伊会氧化，啊所以就加啥，加抗氧化剂，互伊莫较紧氧化。啊、你加抗氧化剂，这个抗氧化剂这个成分，早期尤其是大汤油，弄啥？用化学合成的一个叫 BTP、TBT， 这款物件是天然唔捌发生过，迄是科学家想讲哇，这个物件、这个型应当有法度抗氧化，迄是咱人做出来，是天然生物未合成这款物件，啊，这款物件。吃下去了后，在咱身体内底变哪代谢？坦白讲，咱都唔知影咧，咱都无经验嘛。但是这个物件，譬如讲，你即马去买泡面，你啊，迄包油内底，伊拢来讲讲说，伊内底抗氧化剂加啥？维他命 E， 油的物件加维他命 E， 你啊，水性的物件就加维他命 C。我请下问你，你啊，看到讲哦，伊内底抗氧化剂加维他命 E， 你会惊无？你就感觉哦，维他命 E。你别惊，你身躯内底一堆维他命 E 啦。维他命 E 是荷尔蒙的前驱物，所以你身躯内底本来就是维他命 E。所以你吃来这维他命 E， 不管伊是化学合成的，还是天然抽出来，是咪同款的物件？
所以咱伫食品上渐渐，都是一寡为食品有遐功能的物件，咱加入来咱的食品内底，来代替用存一寡用化学咱想出来遐结构来做遐功能。遐因为天然无遮物件，咱做出来食入去咱身躯内底会安那变，咱无法度确定有啥物妨害。哦，迄可能爱足侪年了后才知影，所以渐渐你伫食品面顶看伊加入的物件，其实拢天然的，只是伊来源是合成的。啊，你讲这食来有问题无？坦白讲，食这一定有问题。是安怎讲？因为咱天然食食物内底无食遐大的量嘛，所以你一直靠食当然是有问题。但是这物件加落，敢真正是食品袂食哩？去年、今年所产生出来，毋是食品安全的问题，是食品标识的问题。就是讲，我有甲你加这個，啊，你伊敢有法度食则稳定？结果我无甲你讲，啊，你叫是讲，哦，即间味全啊，凶统一真厉害，做起来哦，啊，囥较久，够则清脆。其实伊有加物件，但伊无甲你讲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欺骗的行为。但是食落安那，袂安那啦。所以去年、几年，食品所发生为胖达人开始所产生的一挂食品，和大家惊吓的，这内底无一项是食落人会中毒的。这所有的物件，只是啥标识无正确，无照起讲标识，安尼是问题啥？是厂商甲咱骗，包括迄、那个大桶迄、那个沙拉油、橄榄油，哦，伊就用心计较去制造一个。假橄榄油，用橄榄油的钱买你，但是内底油是家己去偷的。咱讲迄棉籽油啦，棉籽油讲哦，迄就是啥？迄就是检车油啦，摕检车你都还吃，要用识别，真正检车油敢会吃哩？检车油内底，伊讲棉籽油，因为有棉籽酚，迄食了中毒，迄致癌剂。啊，所以你食棉籽油，你就会致癌。你知影棉籽酚伊是啥物款成分无？伊游离水内底，棉籽酚伊袂游离油内底啦。所以真简单，伊个棉油抽出来了后，甲脱水，迄、那个棉籽酚就脱掉个。所以伊用棉油，因为棉油俗嘛，但棉油敢袂食哩？棉油嘛是一种油啊。当美国一占5%个市场占有率。就是讲，伫美国买的油内底有5%是用棉油做的，棉油袂食哩吗？绝对会食哩。但是用棉油较俗的油，把你当作橄榄油套头的买哩，还是套在沙拉油内底用较贵的油买哩？简单讲，这款哪样处理？发酵会破产嘛？啊，但迄油食了，哎呦，你干哪？等于在烦恼讲惨啊！我食大桶的沙拉油，唔知丢干未？还是在黑白讲，所以咱台湾去年、今年向为胖达人不一大摊，惊到要死的，感觉讲咱死啊，无一个无食到。你讲我拢蹲在厝的，该禁地哦，你保庇你拢卖出去外口食一个自助餐，食一个好康的，啊拢会食到，啊唔蹲会烦恼，烦恼惨啊，即只蹲来会中毒，袂啦。所有的物件，食品加工的物件，一定要掺物件，一定要掺一挂安定剂，掺一挂这物件，掺落真正食了中毒吗？袂中毒。啊，有问题无？坦白讲，你也一直靠外口的加工的物件来食，你会食遐物件食超过量，啊，你的代谢会无正常。啊，代谢无正常，迄另外一件代谢和中毒无关系呢。啊，所以咱去年、几年去媒体。甲咱埔一个，感觉讲台湾物件不正个食，这个是欺骗台湾人。这是背后有啥物款的目的？他们讲咱来去甲深究，是安那？伊安尼侮辱到一个台湾的食品业，超多要拍过安尼。最近大家看可口可乐，伊讲你啊台湾要咱埔，我不爱卖你嘛，我卖卖你就好嘛。因为台湾即方面设一个食品卫生安全法，讲你所有烹料每一项的原料拢要搞写出来。可口可乐你笑诶，全世界无人安尼做，迄拢我是用心计较开发出来配方呢，这是我的秘密呢。我想要讲讲啊，讲
啊，毋着后壁逐个拢变介绍啊，逐个拢知影配方嘛，配方你有十项啊，量安那简单，我试试我就知影，因为逐个也内行的，知影最主要毋知影你加啥尔嘛，你要加偌济量，试试就出来啊。安尼我是啊，哎呀，卖你只，卖你只，我规个配方全世界拢知影，我免做生意安尼。所以台湾政治黑白操作，媒体黑白操作，害台湾人哦，啊，你顶下通过这个法案，这届是安那唔敢通过，我讲通过台湾免做生意啊，食品工业全部倒，这是一个足危险的法案，黑白舞。台湾，咱日本时代、日本统治时代，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，经过国民党来敢占。用愚民教育，乌白甲咱母，用媒体甲咱洗脑，用教育甲咱洗脑，洗到大家。我头先问咧，佮问半步，佮甲我讲，维他命 C， 安尼两个来源做出来无同款，啊，你99%即个物件佮佮无同款，是啊，大家佮汉尼啊坚持，大家去提镜照看卖，你是毋是有国民党洗脑洗到他个歹？大家要注意，咱一寡个思想观念。诶，取得拢安那来媒体读册，咱中毒太深啦，无法度有一个理性的思考。结果都人讲安那行安那行。去年我定拄着一个欧巴桑，哎呦夭寿啊！即卖物件袂食哩，我当时倒一项物件袂食，你讲我听，讲起来无一项有问题。加工个物件本来咱都毋是要靠迄来做日常个三顿，迄种你无拄好哦，啊都。午餐你就看买一个物件来食，迄袂死啦，迄袂安那啦。啊，但是你若要三顿靠迄，我就唔敢甲你保证啦吼。哦，因为迄内底掺杂侪物件，你重复一直食同款迄个化学添加的物件，虽然迄是天然生物内底会合成的物件，但你食伤侪，另外代谢会有问题。所以台湾，咱和国民党来干乌白舞，舞到尾啊，连最近。现代要一个广场叫做人投票啊，叫蓝龙广场，因个用教授会安尼70几票甲带了倒，搁一个姓王的教授，伊遐讲，哎呦，郑南榕那炸弹课，伊是伫审查咱未来迄个囡仔读历史的迄个教授呢，啊，你看，何伊安尼舞嘞，台湾，你看会凄惨未？包括咱家己在座的，咱大家爱思考看卖。咱中国民党的毒偌深，咱要伫这个时阵要反省，咱未来台湾去互侮60几年，即咱台湾政府执政了，咱要安怎反省？要安怎反省？咱就要思考台湾未来要安怎重建。咱伫思考未来台湾要安怎重建的时阵，有一个足重要的标准。台湾人毋是咱家己执政，摕到政权，哇！咱做头家，咱就哈哈，安尼就好啊，就爽啊。你也安尼想，台湾无偌久会从菲律宾安尼。菲律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独立，伊本来向殖民，有人甲管美国甲殖民，啊，到尾因家己管家己咧。啊，无一个外来政权甲剥削，嘛无人甲渔民统治，因家己管家己管到尾啊呐，即马足侪出来外口做匪劳，家己管家己，敢是幸福的保证？无一定呢。所以未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，咱也有一个较远的目标。啊，迄目标放伫倒，简单讲，咱来未来，咱台湾人无比人个戆啦。我去留学的时阵，我就看到讲，奇怪，我去英国啊，偏偏是同款来读博士班，我真正不变较戆呢。阮老师甲我讲，我离开英国摕到博士学位，登来台湾了后，阮老师甲我讲，讲阮实验室，我伫我阴影的下骹5年。伊讲每一个新的人来，拢叫伊看我写的博士论文。看看，伊常常足感慨，甲迄个英国人骂讲，是安那，迄个台湾人做会到，恁这样做袂到。台湾人不比人较戆呢，台湾人不比人较含慢呢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目标是啥？既然人做会到，咱绝对做会到。
咱是买阿卖尔。所以咱未来的目标是台湾要变作世界一流的国家。啊好，你若要变作世界一流的国家，目标伫遐，咱距离世界一流国家偌远？这距离就是咱未来要努力的目标。咱差偌济？好，咱往四方面来看：第一，经济；第二，文化；第三，国民的能力；第四，对咱人的素质。咱这四点距离世界一流的国家偌远？这就是咱未来要努力的方向。咱先来看经济，经济是一个上个客观啊，无法度走向去的一个标准。什么标准？你赚偌济钱？你要看，咱用 GDP 来讲，就用一个人用赚偌济钱，对这个国家贡献偌济钱。来，台湾2012年，全世界182个国家，伊排37，我往正头前啦吼。但是你要看迄数字，其实头前。哦，比咱好诶，好是几啊倍啊！你看澳洲，澳洲是含咱上界好比拼的一个国家。阿拉比，伊嘛2000几万人，咱嘛2000几万人，但是因一个人赚的只是咱的3倍多呢。啊，那平平人差较济，啊，因是比咱较大汉，还是比咱较巧？唔是呢，还是规个国家的政策。坦白讲，我嘛做者澳洲的朋友。伊也无比咱较牛呢，伊是规个社会的进步，规个社会政策，因国家发展的方向，互因有法度赚咱3倍钱。啊，伊钱安怎赚来？因最主要的收入叫做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。啊，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是啥？简单讲，就是因有真好的天然的资源，因南半球含。北半球足济，诶，着生物足侪风景拢无共款。你伫北半球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足个足个样去，为热带加寒带。你每一个国家，你去看看，看下风景，飞落去南半球，你看发现讲，哦，完全无共款。咱含啊，澳洲迄个布里斯本，啊，布里斯本的纬度拢差不多，就是咱北纬才20几度，布里斯本的南纬20几度。啊，所以即马去布里斯本都啊，因个热天。啊，你起来感觉讲哦，够像台湾呢，是啊，又个湿又个热。啊，所以台湾和澳洲真好比，虽然伊土地变较大，但是人和咱变济。咱敢无法度和澳洲同款，咱和伊一人判变济钱。你想看卖安尼，咱就一个少年啊，免去做背包客，走去遐打工一年。赚伊第一个100万，咱来看经济强甲弱，要哪来啊形成？要哪来比较？第一就是科技。咱最近啊，去年中华民国甲美国买 P-3C 反潜飞机，买阿帕奇直升机，开偌济钱？12架，诶 P-3C 开要600亿。啊，十几只阿帕奇嘛，几啊百亿。哎，啊，人卖一只直升机，卖一只无人机。你看郭台铭爱卖偌济，替美国 Apple 做偌济代工，搞好多来卖一只 P3C。那 P3C 是用不坏啊，用20年除以啊，甲你修整修整，用内底电脑甲你更新，卖好你的呢。所以科技诶价值就是只展现出来。你有科技，你就用足同款的物件做起来无同款，卖人无同款的计数。科技的能力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力、经济力。美国伊家靠 Apple 迄只加一嘴的苹果，赚世界的钱，几个国家的几个资产拢输 Apple 这间公司呢。所以科技代表的能力，咱有法度发展科技无？坦白讲，咱有足大的机会，甲足大的本钱，是安那？因为咱即卖地位是向美国占的。其实台湾足侪科技的发展，遐技术的来源，拢为美国来。咱打开始啊，台塑，你想看王永庆伊凭什么也要做塑胶？王永庆卖米的，伊那要做塑胶，伊遐牛，伊敢有去读
读书、读博士，有去研究安怎做作家？无呢？那美国技术就直接给伊，给伊伫台湾发展大速。啊，过来咧，张忠谋诶，台积电，哦，你就是讲哦，张忠谋爱台湾哦，唔是呢？台积电伊个晶圆技术是技术未带来，为美国来呢？美国今仔也讲袂使，你看那伊都无法度来台湾做呢，伊予台湾来赚这个钱。所以今仔日咱讲起嘛真幸运，咱和美国有这层的关系，台湾是靠美国占的。美国占，伊伫遮嘛培养出一个人才，建立足侪伊军事基地。台湾未来是足重要亚洲的一个基点，所以咱后摆科技事实有法度直接和美国接轨。啊，伊一寡要和咱配合发展的。咱有法度透过和美国的关系，伫台湾发展，伫台湾赚这个科技的钱。第二，就是产业的规模，产业规模影响到一个啊，产业有法度发展无，有法度赚钱无。这产业不规模，不包括即马上盖新的一个概念叫群聚，就是上中下游。你是毋是全部拢是这个所在？啊，简单讲，我正做做，我有啥物搞未？我的下游要买，下游最好个下游，伊会起去用，规个生产链拢伫台湾，你的生产的物件都竞争难。啊，无你讲讲哦，我部分物件爱为外口进口，进口完了做出来，啊，佫袂去外国，哦，你着真好嘞，恁进含出拢爱做国际贸易，你的风险就较悬。咱的产业佮一个规模群，啊，简单讲一个最好的例就是 seven。咱永春常常路边啊，街道巷尾拢干妈店，啊，即摆遐干妈店招待，每一间干妈店拢是一个头家。这头家伊个产业规模就是伊经厝藏偌济物件，爱要进货嘛是加无同款的啊厂商来进。到尾啊，你看即个干妈店拢叫啥 ？Seven、莱尔富、全家，拢较娃娃店。啊，而且即个愈开愈济。伊有啥物竞争力？伊产业的规模甲一个程度了后，伊的成本就好了降低，成本降低，伊就竞争力，而且伊伫开发足侪新的即种啊做生意的方式。永春的干妈店，你讲我要来交电费，伊讲歹势无多，你爱去电力公司交。但是即马即个超商拢有法度咧交电钱，啥物钱啥物，只要你用交桥洞底下用收呢，这就是产业的规模。啊，有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咱未来发展产业，咱来知影讲，你也无一个产业的规模的时候，咱投资迄钱就是其实无采工，无竞争力。第三点就是讲产业的特色，咱台湾未来要和世界竞争，咱敢要和美国同款咧拼讲，好，你做 F22， 听讲一只用卖几啊亿，咱嘛来发展一个 F23， 来和伊拼。安尼你拼这個，坦白讲对台湾来讲。你根本就无基础，你开较侪钱，永远对袂着人 F22。所以咱爱产业要有特色，要思考台湾到底有多位是世界无的，咱有诶。澳洲就是安尼，即内底有一个真简单，咱有法度马上发展出来诶产业，就是和澳洲同款，叫高附加价值诶服务业。即免啥物悬诶科技，即敢有头壳就好。你也知影人需求诶啥？简单讲，你即马要去澳洲，讲哦，遐有一个大堡礁，咱呐即世人一定要来大堡礁看者，听讲遐有只独大只石斑，比人较大只。来啊，翕一张相，等下做纪念。然后啊，你来飞去澳洲，你想啊，买我爱坐咱国内诶航空公司，哦，你要坐什么中型诶飞去，无要紧。等你飞机落地，开始要甲澳洲纳税，飞机。落飞机场，爱甲飞机场纳税金，你的钱就开始开伫澳洲这个土地面顶，开始伫遐住，伫遐食，伫遐交通。你即马讲要去看澳大堡礁，你无可能讲哦去租一领长水衫去海边咚跳来有呢？大堡礁去坐船呐，好，你就去要去海边去租一只船，啊，你知影要开台无？你唔知影要开台，所以呢，你顶下做教练。教练甲伊讲，我带你来，你个有法度看到迄只大石斑，无海底茫茫渺渺，你要来找迄只大只石斑，伊知影伫倒。
所以你爱做教练，爱做装备，爱你你酷酷的，你去澳洲无法度当天来回，我飞机飞回来呢。你顶下底遐大，安尼十工、十五工，你看下你开偌济钱？爱伫你个国家欠长内多，哦，安尼欠欠欠啊，规个一条钱伫澳洲开开，当下人欢喜，讲好过来继续拼经济。咱台湾有这个机会无？有法度和澳洲赚同款的钱无？咱确定来介绍着咱台湾的地理的特殊性的时阵，你就发现讲，其实台湾足有机会和澳洲同款。澳洲一边，啊，伊为热带开始一直南加温带，有咩寒带？啊，但是台湾，咱虽然土地无遐阔，但咱台湾悬，咱台湾四边拢是海。简单讲讲，全世界你所想的到的海岸的景致，咱台湾十几年差不多拢全世界拢看了。啊，佮你讲哦啊，来这所在，台湾是亚热带，啊，你要看到寒带风景有无？爬去关山、玉山三千几公尺，所以台湾虽然平地无遐阔，但是伊悬，所以伊。全世界虽然纬度的涵盖的范围无遐宽，但是悬伊都有法度甲全世界一寡无同款的景致，全部包伫台湾内底。这是咱真有机会的所在，而且迄间有需要高科技，唔免啦，只要做正能量，咱来甲好的物件保存就好。第二，你要想出咩啦？利用这些天然的资源来做生意，来游说。和大家来感觉讲，来遮一抓吼，即世人有价值啦。这是咱台湾真紧有法度发展起来，而且咱头先讲迄只澳洲大堡礁的石斑，你去甲翕一张相了后，啊，迄只石斑嘛是搁伫遐。伊袂讲翕一张相，就讲我减一块吧。啊，十个翕了，迄只石斑就翘起，袂啊。伊翕几万人、十万人，迄只石斑嘛是伫遐。所以台湾有法度无？咱的自然的一寡资源。有法度予咱永续的利用，而且一直靠这个劳工阿善伫趁钱，咱有法度做到。第二就是讲天然的气候，天然气候就啊，即阵有时有阵诶，你遮无，你就无。啊，台湾有一挂足特殊的天然的气候。有一年，阮啊各国邀请所有的生物学家啊开一个会，讲咱未来台湾生物科学的研究重点。咱要找出和世界有法度啊竞争的地步是啥？我刚要讨论出两个，第一个就是珊瑚礁，因为全世界的珊瑚礁，敢那台湾和澳洲的大堡礁是同款的，就是讲你一个珊瑚礁内底，一般无你讲你夏威夷，啊用东南亚遐的啊度假的小岛有珊瑚礁，伊珊瑚种类拢十种以下啦，伫夏威夷差不多一种，其他的拢是一粒。还是能力安尼，大部分拢是一种为主，但是台湾呢，含澳洲大堡礁同款，拢两三百种，啊，佮有全世界甲咱遮有诶，即咱都有法度含世界来竞争。第二个是啥？第二个重点就是云雾气候，讲大云大雾诶，山顶诶气候，迄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足特殊诶，啊，即因为大风大雾有一寡。商业的植物，比如讲地叶，你只要伫大棚大坡的所在，佮会种了会好，啊，种出来就含人无共款。啊，大棚大坡唔那个地叶尔，伊伫大棚大坡即个环境内底，会形成一个足特殊的生态。啊，即台湾有，全世界有几个所在有，无几个所在有。所以迄阵啊，阮讨论出两个重点，即两个重点是台湾未来生物科学啊，要含人有法度比拼。这两个是足重要研究的对象，所以有特殊的气候，伊有这特殊气候相关产生出来产业，这无法度去孤行独骑的啦。在台湾甲有诶啦，咱来甲这找出来。啊，所以经济其实啊，咱要发展未来，咱真紧，只要咱的方向对，咱的思考的模式对，咱真紧台湾的整个产业的结构会。等会翻身，啊、哦！第二，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文化，啊，这个文化，什么叫做文化？
台湾即个中华民国有一个文化部，啊，迄个文化部，你敢知伊咧创啥？简单讲，你也看龙应台即个文化部，其实我讲一个结论，即个文化部是替政治服务的文化部，伊无为着台湾即个土地后摆有法度伫世界人听到讲啊，这都是台湾的，即个方向去努力无？无，伊拢伫替政治服务。啊，但什么叫做文化？咱来看，咱来讲一个所在啊，有文化，你所理解到的，你可能想到啊，这个所在有动人的故事，这代表这个所在文化。这有水的物件，譬如讲有一幅图，真水，全世界拢知影，看到这幅图就知影这项画，这都是国家的，这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化。水的物件包括啥？图、音乐、甲自然的景观。第三种就是古迹，古迹就是住在这个土地累世安尼一直传传，什么件物件才会变古迹？就是这个有价值的。你若起了无好、无水、无坚固，啊两三代就差不多拢腐去啊啦，都倒去啊啦，都拆掉袂看一呾，换新的。啊，其他一直传传传落来，就是有价值，大家每一代拢唔感觉拆，所以哇够好。你若哦，这足稀罕的，足奇卡的。古迹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，非常的重要。啊，这个国家一直按历史来拢无留下物件，表示啥？住在这块土地的人都无开发出什么物件有价值留给子孙呢？因为因子孙看着讲，哦，这有够歹，拆掉；这有够歹，断掉。啊，一代一代拢一直发展新的，这新的佫无够好，无一项留落来。啊，所以会留落来物件，拢是按历史的智慧的。结晶，这个结晶对代表住在这块土地面顶的人的素质好歹啊，所以古迹是咱观察一个国家伊有文化无文化，真重要的切入的点。第四个就是现代啦，你都市看起来是啥物款的感觉，啥物款的情形？咱用这四点来思考台湾未来，咱要留予子孙啥物款的文化？第一，咱有动人的故事无？你若静静去思考，咱所听到、所理解，去伫咱脑海内，咱伫对台湾的理解，其实足侪拢中国的，拢无法度含中国脱离去关系。但台湾含中国有关系无？台湾含中国其实是无关系的，不管是血缘、地理、文化无关系，只是啥？台湾受到汉文化优势，这个文化的压迫。台湾人就是，这就是好的。所以，咱常常听来故事，拢恐怖的鬼啊故事，看到你看到这個，你看到感觉心情的舒爽，还是看到惊。其实，对台湾来讲，有法度反映出台湾的动人的故事，他们讲到像高山尔啦，高山作些传说，作些故事流传到即嘛，因为去哦。国民党政府的压迫，一个传说渐渐拢无去，一个传说传袂落来。伊咧甲简单讲，伫家己的原住民，伊互你的教育是啥？无缝的故事。原住民就是凡啊，会杀人啊，什么人较伟大？汉人，迄、那個、无缝牺牲家己来教化这个原住民，互伊知影杀人是唔对的。啊，你看咱。当年故事留下一挂虚假的谎言，所以咱台湾当年的故事无，咱必须要登去地关住民的传说、关住民这高山族的故事内底重新甲提出来，予伊有法度献伫咱台湾人的脑海内底。咱看英国，我用英国做例，是因为我伫英国留学，对英国较了解，英国。有当年故事未？因作些王子和公主的故事，哦，流传足久。你甲听到这个故事，你就知影讲啊，这英国，你会想讲哇，这国家真趣味，这个国家真想要去来了解。啊，过来艺术，艺术就是水的物件。咱来看这幅图，看到你知影这像画无？哦，安尼。可见，这个无够出名。
这个真有名啦，这范古啦。范古是荷兰的画家，伊家年岁较侪，画图画一段时间了，历史记载讲伊起笑，所以看到的天空是拢伫说，啊是安尼说，都头昏目暗，伊都讲要起笑，伊目睭所看到的物件拢含原来的形无同款啦。啊，但是这款呢？伊个设计甲伊一挂构图，伊对世界来讲，这是一个真水个物件。往上来看，往计下来看，你个一百多拢非常贵。我去荷兰开会时，啊，听到啊，因荷兰人伫个咧啊，讲到讲，啥物款个画家较有价值，伊个图甲收藏后摆会起价。伊讲有两个原则。一个原则就是讲，这个画家爱画足侪图。第二个原则就是，这个画家爱翘起啊。这个画家佫画咧吼，伊个画图啊吼，袂偌好价啦。因为啥呐？那会知影讲，伊会佫画啊，啊会佫画，所以叫即马阿袂盖棺论定啊吼。这个图的介绍都无法度差。啊，你若讲画两百图真有名，啊真歹差，都即两百伫遐转来转去，你有一百八。图哦，你是真好耍啊！那股票的哦，啊，所以梵谷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梵谷博物馆，我今去开会前去参加梵谷博物馆，还有你比较半工。你感觉讲哦，这内底为伊早期啊个哦每一个时代的图，你会看到一个作家成长的过程。你会感觉讲哦，真的真正无简单的人物。啊！伊对世界来讲，这北斗，还是讲个看着天顶底啊，酷酷色，大家就知影这是梵谷画。台湾有无？台湾有任何的画家看着北斗，你就知影全世界看啊，这是像的。譬如讲，这张嘛是，看到这你就知道，这达文西的蒙娜丽莎。啊，你要去法国，罗浮宫，大家一定要去看这张翕一张相。啊，无你无算去过罗浮宫。咱台湾有这款，予全世界看到，就感觉讲啊，这像话，这台湾人有无？无呢？咱只啊，等的足济，其实拢中国人的呢，和台湾人无关系啊。啊，过来这里本来是要甲大家分享音乐，啊，这就放袂出来，无要紧哈。最后要讲啥？台湾甲一项艺术，要曾经伫世界舞台。我大家讲，哦，这真好听！伊巴塞隆纳的奥运开幕场的主题曲，就是咱关祖平的《八部合音》。伊《八部合音》捌伫世界舞台，和全世界讲，哦，提这出来吼，大家会感觉好听。加上全台湾干这尔，和人知影讲，哦，《八部合音》这特殊的合音，这水的合音，就是台湾人发明出来，台湾人的创作。所以咱台湾伫文化之地，坦白讲，咱第一件代志，要先甲中国和台湾的文化先分好清楚。包括讲，咱过来后礼拜，那后礼拜讲要过年，我定来甲温州内底的同心讲，大家要注意哦，这是你最后一届过年哦，今年过后，明年无过年哦，无中共年通过哦。所以爱珍惜最后一届，看要去台佚佗啊吼。后摆没有啊、哦，是安那？后摆这年是中国的年，含咱无关系。后摆咱就照美国含日本行了过新历个年，加一个年，是一月初一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年，哦，咱作些风俗，讲个放炮啊，啥啥啥，其实咱拢无自觉，这拢是中国的影响，讲。过年是爱过年，因为年兽啦，有一只鸭，一只迄个动物过年的时候来个家，迄他们台湾人无即款嘞，迄个中国人的想法。台湾未来明年无中国年哦，所以最后一届大家要做一个纪念，后摆无中国年哪过啊？啊，所以咱来去思考，咱住伫台湾这块土地来反省。台湾到底有啥物件文化有留落来？其实是有，但是因为六十几年的教育，让你无法度看出
这些物件是咱台湾的还是中国的？咱来这受训练，咱必须要有这个能力开始来做这个分析。什么是中国人乡音？明年啊，今年，趁因要去平潭、金门、马祖先，先煞包括看看，好炸转去，吼、哦，后摆咱台湾拢卖用这个物件。过来，咱看自然的景观代表这个啊所在的文化，就是伊有水的风景无？咱台湾这都是真特殊，咱有法度和人比拼啊。咱讲海岸哦，有沙岸啊，山顶你看有瀑布，有足水的物件，咱嘛有足水的动物哦。咱伫海底嘛真特殊的景观，这物件含世界。咱这张是英国一个所在叫做 Stonehenge， 迄是巨石文化留落遗迹。你讲哦，这间英国有吗？咱台湾冇这款，你知无？咱台湾啊、大家有兴趣？你看啊，何显荣教授写的啊，台湾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这本册啊、哦，你就看出原来台湾本来就作着这款大粒石头，这巨石文化时代留落来。其实英国这啊、巨石文化是为台湾传到过的。现在有越来越多证据，巨石文化的时间点，台湾比英国这个早。啊，那本册里面，何永永那本教授那本册里面，有写得很清楚，很多证据。哦，这本册，啊，你要把它当作论文来看，哦，它那不是写故事，它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有法度提出证据，科学的证据，历史的啊，文件的证据来证明伊所讲的话，伊毋是伫遐咧，家己枕头贴关关伫遐家己想的哦。咱台湾伫台东，伫足侪所在台北，拢有即款大粒石头，啊，拆起来，代表啥？代表迄个时代巨石文化的时代，拆石头代表一个文化的纪念。这咧创啥？到底是咧拜神，还是伫英国讲咧拜神？这是要拜啥？但是这个所在磁场足奇怪，这是不是外星人的导航系统？我因为石头这徛起来，这地的差不多两三公尺哦。啊，即马啊，像厝边同，啊，你这块岸的徛地的较简单啦吼。这块岸要叫几个人啊拖起哩？这每只石头拢比咱人手摊起较悬，咱手碰袂起哩呢，啊起哩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足趣味的啊。即马留落来讲，啊，迄阵那个人啊无吊车，是咩个吊起哩？巨石文化留下来，台湾也是有哦。啊，你看，这是英国。我本来是去留学的时候，哦，啊，英国真水。啊，是不是？干那我住的迄所在呢？结果世界去佚佗，大家位拢嘛安尼。这款所在较像人住的。咱台湾你去增加，你一定不爱住，看起来恶杂，看起来感觉讲哦，这拢无方便。但是伫遐，你又忽然间。到底这所在含主人，人讲天人合一。底下讲，你含你主人足合的哈、哦。第三，咱来看古迹。台湾有啥物古迹留落来？有啊，鹿港啦，哈、哦，留落来大部分拢是庙，也是讲一个好家人的厝。我伫英国的时阵，足爱去看迄好家人的厝，就是英俊贵族留落来，应该 house。哎呀，哈、哦。不是古堡啦，古堡是你修整用的，一贯就是厝，哦，就是足大间的厝，迄间厝内底有两三百间房间，哦，两三百间房间，啊，为伊的围墙，入面开始，因准备关门爱徛买，为大个遐所在讲啊 ，AM， 大门爱关，哦，伊的仆人就徛买徛徛徛，啥徛买，迄行路行来门关个。等起车就半暝啊，所以骑马出来关门，你看偌大。啊，台湾留落来古迹是安尼，包括你去看足济伊中国式留落来，即款厝大嘞，简单讲，你感觉内底绝对全贵了了，足恐怖，阴阴暗暗，包括庙，看起来嘛袂清爽，平平是即款高山时代留来建筑物，你看日本。这看起来像艺术品呢，啊，台湾看起来
就感觉怪怪。其实台湾伫这庙内底有足济珍贵的艺术品，但是就烧香，小可大家乌乌，神明嘛乌乌，厝面顶嘛乌乌。啊，即个水的物件打造新的时阵是足水，伊有色彩，迄包括伫刻的即藻井，这拢是真珍贵的艺术品。但是烧香这个风俗，伊造成结果，神明嘛乌乌，啊厝嘛乌乌，到尾我过年啊吼，阮厝的人拢爱去拜拜，我大概去拜，我拢爱伫外口等钱啦。我对迄烧香挡袂掉，唔是我无这个信仰，我是讲我家在挡迄烧香，其实我可能会中毒。啊，大家都爱烧香，奇怪。所以我一般我较去佛寺，佛寺较无咧烧香。一般诶庙哦，烧香烧迄奇怪，迄烧香迄个香，以科学来讲，迄内底足济拢是对身体无好诶物件。啊，伫遐咧烧香，其实这是足奇怪诶做法啊。烧了结果，规间庙内底啊，看起来拢乌啊，无法多存人外国，偏偏日本诶信仰含咱有较接近吼。啊！但是你要看因内底伫日本，你去庙寺看起来，哦，庙寺嘛看起来足清爽的。啊，咱那台湾的庙看起来弄安黑暗暗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无同款的文化所产生的结果。咱来看英国，英国足特殊的啦。英国你去去游览的时候，定定都有那个带你去看啥，啊，这边看啥，啊，厝都无去啊，看废墟。英国定定会带你去看废墟。啊！我刚刚去英国时，我嘛常常去看废墟，去看啥？我古早实在大济，但是英国伊个废墟，因为啥？迄叫做 national heritage， 叫国家遗产。这国家遗产一只代表，要让你知影啥？你住一即块土地人，必须要了解即块土地永存发生过代志。即个代志，即个厝拢破去啊，厝顶嘛无去啊，墙嘛倒去啊，但是伊透过。一个人，这个所在的，这个所在的尼斯湖，就是咱讲讲尼斯湖水怪有无？尼斯湖水怪，迄、那个尼斯湖的岸边呐。我去遐佚佗时，这岸边有一个古堡，啊，这个古堡你看，啊，这有甚物好看的？但是透过气氛的营造，一个人伫遐奔苏格兰迪，啊，伊遮足济教士，说明讲哇，遮咧创啥，遐咧创啥？英国人行来到遮时，苏格兰迪一个本位。你整个英俊历史的镜头都会把你救起来。你忽然间你会发现说，你和这块土地是有关联的，你的生命和这块土地是有关联的。他来这发现的不是这个破墙而已，他来这所看到的整个英俊的繁荣的过去全部都救出来。他让这些英国人对这块土地效忠，不是说、啊、英国多强，伊含这块土地是有关系。台湾，咱是安那一直无法度台湾人会用替台湾设想，因为台湾人去教育到我含这块土地也无关系啊。一溪钓无鱼来钓别溪，台湾人台湾不了海，我用移民去加拿大、去美国啊，啊，佮讲较无法度移民去巴西啦、啊、南美洲啊，台湾卖大啊。咱是安那无法度带伫台湾人开始替台湾设想，讲咱甲台湾用啊好。咱后来惊啊惊啊，纯纯我伫台湾带存公园，带存一流国家的生活。那大家一直要为走去，才袂大才走去别位。因为咱含这块土地无感情，因为规个国家伊所营造出来的气氛，互你含这块土地无感情。所以古迹你无一定爱作水，无一定爱互人看起来讲哦，这永存好个人住，存这款的。伊用历史含。土地和人结合做伙时，你就感觉这个代表是文化，内底做者说明，讲这永存发生过什么代志，像遮大，这嘛是，这是伫 York， 伫我读书的所在，这个是永存罗马人来打英国的时阵，英国啊打输，拢伫这个所在，大家拢走入去这内底比，这就是 castle， 这叫做城堡啦，哦，啊，这本来就有厝顶的哦，啊，厝顶因为。啊，是一个足价值的物件。这款厝顶弄烟做的，会防水。啊，烟就价值的物件，所以啊，只要发生战争、打输，烟拢该提掉。
样样的做啥做武器做其他物件，所以厝顶大部分拢无去哈，但是外口的确有。这就是历史的遗迹啊。那你看，街仔路，街仔路你所看到的代表这个所在人的水准。这是英国伦敦的街头，伦敦是因的首都，就和咱的台北同款嘛。啊，台湾台北上老的所在，你看奇怪，而且敢无人住啊？这是住宅区哦，不是呢，这嘛商业区呢。你看，因伫迄个闹区内底有安尼一栋独立的教堂，啊，这算所在，咱看这字，你就知讲，这对的不是中国，这是台湾，因为繁体字。啊，这 AM 看起来，哇、哦啊，其实 AM 看起来有像东京啦吼。当街嘛是安尼哦，足侪霓虹灯，你是看伊就惊死。他拄啊，你伫遐英国个街头有看到砍棒无？无。我迄阵啊，旧年去美国去两摆，有西海岸、东海岸、美国话种族个所在，对嘛？足少看到砍棒呢。佮包括怎样砍棒，全世界砍棒拢走来遮，全世界砍棒拢走来台湾。这反映出啥？台湾人做生意个一个概念。什么概念？惊人唔知啊！我踩你只，我头前后边迄个讲，我踩你滴后边人，后边桥过无看，我踩起来面顶。你踩起来，我过你早下，我踩红的，我踩滴嘞。你只下我就通卡出来。这是台湾人的概念，惊红片，惊人唔知我哩只。我伫英国留学时，奇怪啊！我要买啥？要去台找？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摕电话簿啊。迄、那个 Yellow Page， 你既然即卖电话簿嘛是黄色个嘛吼，伊嘛叫做 Yellow Page， 就是讲买啥物件，你本来你着商家你拢有登记嘛，你有电话嘛，你现簿啊，伊内底着透过即个机会，你也出较侪钱，着你做广告。啊，你要买啥？你敢着爱学徒啊？徛出去外，其他老师偌偌细讲。啊，都会有你洗相片哦，有叫一间柯达，哎，柯达在哪？哦，这家，哎，家，哎，柯达家，哦，来家洗相片，不需要啊。我伫英国时，我拢袂出街啊，啰啰嗦。我讲迄本破现现的，我就知影要去台北，包括即马登个台湾，我嘛即个习惯。啊，无你要出去来洗啦，你要找一个印刷厂，给你印物件。我迄破现出来，你讲一间上大间，伊讲啥物拢有印。打电话来甲问，你伫倒？直接来找伊就好啊！啊，安尼时阵，伊敢有一只砍棒足大个，可你讲我伫遮，你有组织人就找到啊嘛！啊，台湾人都是因为这款唔达当时养成个一个习惯，惊人骗，惊人诈着。咱也伫啊社会上嘛听足侪个，为着砍棒菜，为着咧冤家，厝边隔壁伫咧吼，你搞诈来，我甲你挡个。我就听到出来，你出来去搞砸嘞，哈！为着这足侪纠纷，是安那大家无法度有一个规则讲，拢打入病，拢无痛出来。人美国拢是安尼啊，美国砍板拢是病啊，你的壁遮大面，就是打入壁面顶，无痛出来大路呢？大路是公共的场所呢。啊，泰美国你头先看，迄英国遐，啊，你敢知你卖啥？你无需要知你卖啥？因做生意的方式和咱无同款，啊，所以未来咱若要避免咱的都市的景观，我还阁继续安尼。咱做生意爱教育的该观念，都爱改变。这内底有一个足好的设计，迄是日本时代留落来，就是、林田阿卡。因为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殖民，来遮统治地理的时阵，伊发现台湾的气候有西北风。什么时阵要落雨都不一定的，雨季都不一定的。啊，所以你有西北雨的时阵，你下再出去，你讲好天，啊，结果下晡落雨，啊，你唔着不管是哪派一支 bus 到安尼雨伞走一条，唔免。因设计伫台湾的厝，你也有凉亭啊卡。落西北雨，大概有法度较紧走入来这边，继续行，还是讲底下避雨。结果这下好的设计，怎啊变成啥？哦，你个看这，咱的凉亭卡怎拢变作？卖物的啦，卖衫的啦，凉亭卡变作引导的做生意的所在，啊，这是咱未来爱改变的一个足特地的物件，无可能有法度
脱离开即款的噩梦啊。国国咱来讲国民的能力，哦，咱常常报出来讲，哦，你看发兵奖哦，咱个金牌金牌出国比赛遮敖，台湾人遮敖，啊，你看很奇怪，啊，美国人呢？美国世界上个强的国家，日本人呢？日本亚洲上个强的国家，啊，因奈无啊，台湾人遮敖，拢互咱赢来。我正伫学校教授，我发现讲，哦，足济发兵奖骗人的啦。用提前去换奖牌啦！啊，这那会变咖呢？咱因为有发兵奖，提下这些，即讲的这日内瓦国际方面的，这是有历史的哦。提下得奖真正是不简单。啊，但是得这款奖，咱就感觉讲，哦，台湾足够吗？咱的国民的能力用这来做一个比较吗？美国人拢从来袂去请人讲，哦，我个发兵奖得几个？是安那？人比的啥？人比的是诺贝尔奖。诺贝尔奖是全世界你的研究有对人类有做一个彻底改变，还是讲人唔知影？你甲即个代志讲予大家知影，有影响人类整个的历史的即个发现、即个研究，到好多得诺贝尔奖。啊，迄款甲是咱要追求世界一流的国民能力。啊，咱这离国际的标准差远。差非常非常远，而且这是目前我看过非常悲观的一个所在。咱台湾的整个的学术的环境，简单讲，是要扼杀诺贝尔奖，不是要发展诺贝尔奖，而是要诺贝尔奖有机会的人无法度出头，不是要培养什么人有法度摕诺贝尔奖。安怎来？简单讲一个想法习惯。我说，我有一个老师，哦，因早起读北一路，高三的时候要考大学，啊，因甲因爸爸啊，话拍拉见讲，迄下暗迄个连续剧啊，吼，爱互我看最高五分钟，啊，因爸讲奇怪，啊，看五分钟规矩卖看，看五分钟要创啊，每一间连续剧看五分钟，伊讲袂使，你定爱互我看，是安那？因为隔顿刚去上课的时阵，大家问讲，啊，你怎？读册读到几只？只你读册啊，哈哈慢，册免读啦，本来就 A 啊。当我 B 者，啊无咱连续给我做啥？每一个人讲最后迄五分钟，因为啥？大家等于讲拼死拼活，但是过当去爱讲等。只你读册，读册含慢的人在读册啦。我昨拢看电视，啊看迄五分钟，甲头甲家己想，进前迄半点钟四十分甲家己想，啊大家互相转，啊大家拢知影。大家都看最后五分钟，啊！看台湾一流的高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安尼的勾心斗角，啊！你看伊后摆，伊摕到博士，伫学术界咧做研究时，你看伊安那勾心斗角，勾心斗角无合作，卖想诺贝尔奖啦。诺贝尔奖是一个学术的环境，慢慢一个自由，大家有法度公开讨论，无。管理是什么人？咱家针对真理、道理来做讨论，不是讲你是校长啦，哦，你是什么大教授啦？你讲个大啊，是是是，哇，你很伟大。在外国无安尼呢。我伫遐做学生的时阵，阮指导教授，阮指导教授伊，我离开了后啊，只要五年，伊去美国康奈尔个学去，伊下辈甲我讲，哦，美国好钱，有够济，有够济，济到我惊着。啊，所以伊是一个足厉害的教授。啊，我底下先有一个伊要提一个研究的计划，甲阮学生拢招来，啊，只要十个博士班学生，讲我只讲一句你听，我明仔载要写这个计划，你看有啥物问题？哦，十个学生包括我，甲阮老师叠一个金色色，阮老师一个动阮十个，哦，边到尾来讲，等下，我确定要载阮囝，明仔载搁过来，今仔讲明亚林吼。明仔再过来，啊！人老师哈厉害，老师是即款态度呢。我伫台湾读研究所的时候，含阮老师伫辩论的时候，伊甲我讲啥？伊都要直等来讲，是你是教授还是我是教授？我未堪你去。我听讲，今仔日是你唔对，唔是我唔对呢？你用教授要甲我压，伊无爱和我讲，但我个性我介倔强，讲你无爱和我讲，我嘛要让你知我等来。
你无法讲讲啥，你总个是爱看嘛。我都靠无法都讲啊，写写写写，我读起去，你嘛只甲我看啊。我今日都无承认我唔对啦。咱台湾是即款环境，我读起了后，伊才三礼拜无和我讲话。啊，这台湾的学术环境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即款环境是要撇开诺贝尔奖的三星，唔是要培养诺贝尔奖的三星。所以咱唔好因为报纸定下个讲哦，咱国际发明奖啦啥拢得名哦，金牌一大堆，大家感觉好、哦，台湾人搞哦，开始摇摆起来，人拢无把这看在眼内。咱所要爱是诺贝尔奖迄级的，佮代表真正咱台湾的国民能力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咱人的素质啊，咱人的素质啊，对一个国家来讲非常重要。咱台湾经过国民党来敢讲，来敢洗脑，伊透过两个方式，互咱台湾人乖乖乖。一个就是考试，你看考试偌严重的一种啊思想的束缚。考了第一名的模范生，大家要跟他学习。我说大家都拼第一名，啊，考最后一名，你坐到最后面去，啊，你去放牛。啊，开始你伫学校内底给你抬抬抬。认真诶，伊就该摆伫遐。你修诶台语是无同款诶。啊，你读册读无诶，啊，去弄溜练。做工哦，伊就是甲你讲，你即无效啦。你即伫社会啊吼，后摆无出脱啦。爱存安尼啦，逐工读册，逐个三米八哦。啊，你伫学校读册，你有伫学校受过教育，你就知影有一挂人伫学校是贵族。哦，我惊咯，弄我空。哎，下海拢跳上天，因为啥？伊成绩好，啊，成绩歹，伊就是自卑，啊，自卑了干嘛？自卑了，一个反弹来讲，啊好啊，我伫无效啊嘛吼，咱挂无效就强争，所以遐放牛的遐几班，拢出一挂佚佗啊。伊啥啦？伊要表现讲，我嘛是有生存的意义，讲恁这好个好学生，你总拍小拍拍面啊，都强争，对。现在拍下先，拢去争好学生，啊，争先讲好啊，你外高，吼，你拍就拍，你拍袂赢我。台湾都是安尼用这个考试，所以我头先讲迄北一路迄迄款的想法，大家竞争，用到尾用一挂无人性的方式去竞争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中国国民党，即系中国人为了统治台湾人，伊用安尼考试考第一名。99分，就赢喺98分。啊，其实99分同98分，请问有啥物差别？无差别呢。但是伊讲减一分，拍一个，哇，98分就拍两个，拍两个，你就感觉较失亏。卡安那用卡个怪，嘛想要把迄个99分的怪要倒。哇，你99分，你就哇，你输啊！吼，即款呢，培养是啥？培养的大家拢想着家己，因为竞争。刚才只第一名了，所以竞争类，你敢有可能和他们分享？一定大家拢作主输嘛？因为啥啦？咱只读别人，读，你捌嘞，我嘛捌，但是我捌嘞，你唔捌嘞时，我都可能赢你呢。啊，所以我捌嘞，敢要甲你讲，我捌10行，你捌9行，我讲啊，我来讲，我讲，我加捌一项哦，你嘛爱知影？有这款人无？无啦，啥啦？你人讲，伊和你同款。但是你哪知影伊阁捌一项有甲你讲无？伊有可能无甲你讲呢，所以每一个人拢想讲：哎呦，我甲你讲，你无一定会甲我讲呢。啊，所以我甲你讲的时阵，我甲你讲我捌十项，啊，你知影十项，结果我甲你讲一项，你唔知影，变做你11行，叫你第一名，我都你赢去呢。咱因为教育。好，你要第一名，第一名叫起来台顶哦，大家个鼓掌，这好学生，大家还没学，培养这款人出来，就是一种自私的想法，自私的个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就是讲啊，勿少哎，勿只管门前雪，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这款观念是好诶，但是伊教育叫咱伫咱的灵魂内底，教育足深心情。你的思考里面都叫你爱自私，你不可以和人分享。在中国宗教的发展里面，有一个道家
的发展，就是这个上界啊明显的一个古早时代中国的迄款啊武术嘛是安尼。哦，大家拢要做武林盟主对吧？啊，你教一个学生，你啥物拢较教，你会老呢？等候你还袂老，你学生想讲，你学你搞搞我拢会晓。武林盟主运动是我做呢，那是这些老的做。你绝对会把那些老的结构带上，换做武林盟主对吧？啊，那个武林盟主的老师想讲，伊的学生因为啥，伊嘛是安尼想啊，所以伊绝对100项，甲教伊的学生教99项，老一步。是安那，到时你被搞不稳阵，嘿，歹势，这招你无着，这招来个输赢你就会输。啊，所以每一代拢唱一步，唱到尾啊！即马台湾也是中国，你所看到的道家，拢干啥做师公，黄金师公甲黑金师公，黄金师公就做啊发挥啦，外人啊做典礼啦，啊黑金师公就做师啊人啊。有书的，甲春节维护啊，哎，一寡厉害拢无留来。你看中国人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来台湾嘛，甲咱教教大家拢看波。我即个听着两个少年在讲话啦，我听着足想要甲另外一个头壳甲追落，伊甲一个教啦，因为迄个较资深啦，伊甲迄个资深讲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偷波，我爱教恁，你要注意。伊讲，伊甲讲，命做老大。咱是一个团体内底，命做老大。伊甲讲吼，你讲教物件时阵啊，你定爱唱播。你唱播了吼，你甲讲安尼都安尼安尼。伊每一届甲你唱迄部，伊拢揢着讲，哎，啊你甲我讲安尼，啊我照你安尼讲，是安那电脑袂行。伊讲啊，大哥，现在是安那个，哦，啊都安尼啊，你看无问题啊，哦，大哥厉害。啊！大概到遐，啊，你如果袂行，大概要叫大哥来。啊，啥物时阵你敢会晓？因为蒙古你也讲哦，原来有一个按键无搞改，有一个指令无搞改。啊，等候你会晓先，你换你要带徒弟先，你是不是我看一步？哎，大概大哥，免啦。所以你大哥会用做久呢？做到伊发现讲靠，一下就叫你怪。哦，我听一个差点在迄个头壳中来捋捋。我讲你教人安尼教。唱播，莫怪台湾无得进步，大家拢唱播，这就是主输。外国人是安进步，外国、美国、英国，因自细汉教育拢叫做 teamwork。恁这一班啊分六组，每一组的成绩是全部人的成绩，就恁六个人的成绩。恁这内底有一个足厉害，你的成绩嘛含你其他的家底 team 内底人同款的成绩，啊，所以大家袂去计较讲。咱要安怎好，就要咱六个拢好。你家己一个好，暗度不爱让知影，你无可能好啊！你无含大家合作，你嘛是安尼尔尔。你嘛是到尾啊，你的成果嘛是还蛮分享。所以因自细汉养成就是讲，咱来合作团队，小阵嘛是安尼啊。你做兵小阵的时阵，你看咱啊做过兵，你就知道。来，单兵注意，前面有一挺机枪，把它歼灭。班长掩护你，有无？那么叫你冲，班长火力掩护你，你冲，好，那个代志。哎，台生，我到几点？超过啊！好，拍谁？啊，我做一个结论啦哈。所以这咱人的素质啦哈，这几点嘛哈啊，要有群体的概念啦，要有咱较宽大的胸襟哈，要有逻辑的能力。他对我讲，食品的物件都是要大家思考。咱其实咱罗杰人呢，其实足欠缺的吼。好，甲咱委员长真歹势，我跟来讲下遮，多谢。各位同学下课休困10分钟。